我将来并不想成为什么大人物，像梦想、希望这类的事情，我想都没想过。活到18岁，日子一直是得过且过，我想以后大概也是一样吧。所以，要是发生什么意外而死去的话，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把这些事写在作文里，老师气得叫我认真点写。正处于非常时期，所有号码均无法接通，请尽快前往附近的防空洞避难。打不通啊，手机也没有信号，公交车和电车也全都停运了。真是的，为什么特地选在这种时间碰面？
父亲他这次找我究竟会有什么事呢？明明已经把我寄放在极东的女武神培养设施里十多年了，对我完全不闻不问。非常抱歉，目前正处于非常时期，所有号码。没办法了，还是先去避难所。这附近还住着人吗？怎么了？赶上了，幸好你没事。那个，你是无量塔姬子，之前电话联络你的时候我应该有自我介绍过吧？啊，对不起，无量塔，叫我姬子就好。姬子小姐，前面的路好像已经被封锁了。就这么冲过去没关系吗？事急从权，这种面向一般民众的封锁就不用去管它了。姬子小姐，我们这是要去哪儿？你父亲的所在地，你很久没有见过他了吧？我不太想谈这个人。这边的父女关系也很复杂吗？部队已经出动了吗？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第三对空攻击系统注意，目标锁定，全弹发射，倒计时，3、2、1，开火。是刚刚那个巨大的怪物吗？你都不问呢，他到底是什么东西之类的？不，那个，我想即使问问，你应该也不会回答。也许是来自异世界的侵略者，请不要在这种时候开问。小心，前面的路被……你要干什么？啊！撑住了吗？不愧是我的爱车。也太乱来了，还有12期贷款没有还，要是一下子报废了，可不是开玩笑的。
觉吗？那个怪物的移动路线就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样。抓尾，要加速了。那家伙受到之前那种程度的攻击居然都毫发无伤吗？小姐，总感觉从刚刚开始对怪物的攻击就渐渐停止了。经你这么一说，神机部队正在有序向外撤离。等等，难道要用伊甸之心？距离伊甸之心发动还有30秒。那个，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不是有点危险？岂止是有点危险，得在神之剑发动前进入回收点，不然我们都得完蛋。抓紧，我要加速了。再慢一点的话，连人带车都得被卷进去了。这里是特殊灾害对策机关逆伤的27号地上收纳设施。下车吧，我们到了。特殊灾害对策机关逆伤。没错，逆伤是只属于天命教会的秘密组织。父亲就在这里工作吧？对啊，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他在从事保护人类的伟大工作，教官是这么告诉我的。但你对这份伟大的工作似乎并没有什么憧憬。你现在要带我去见父亲，对吧？是啊，没错。他是找我有什么事吗？也是啊，没事的话，他这样啊，你和你父亲的关系不好。跟我一样呢。哎，嘘，这个声音，为什么设施内部会有崩坏兽？应该是从外面进来的，入口的闸门似乎卡住了，没法完全落下。是受刚刚伊甸之心发动的影响吗？不知通往地下的升降装置还能不能正常运作？那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走吗？总之，先去控制室确认一下设施的受损状况吧。供电系统瘫痪了大半吗？偏偏在那，现在怎么办？我记得在升降装置的附近都会配备有备用电源，只能去那里碰碰运气了。牙医，你在极东那边有遭遇过真正的崩坏兽吗？在学校记忆战场的模拟训练里倒是经常交手。那看来至少有能够自保的能力。小心点，进入这个设施的崩坏兽应该不止一只。说什么就来什么嘛，要上了。已经深入到这种地方了吗？这群崩坏兽
干得掉他们吗？这点小事，那不是当然的吗？起来应该可以手动重启，就毁了这身衣。没想到不依赖全局宫殿的旧型号居然会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姬子小姐，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又有崩坏兽出现了。就在下面了，升降装置和备用电源。果然没有这么简单嘛！来了个大家伙，牙医要小心了。来的。这就是备用电源吗？看起来似乎很有年代感。还不是因为装备班那个日常吃了呛药的双马尾总是嚷嚷着古董装置应该保留下来。或许他是对的，这次我们确实受了这些旧型号很多帮助。你会用这个东西吗？在学校的历史课本上多少了解过一点，我记得升降装置有反应了。走吧，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就是逆商真正的总部了。好了，备用电源已经启动，使用升降门前往地下吧。我看看，从27号入口进入，在南3号门左转进入8号线后再……这里的构造还真是复杂，应该就是这条线路没错。那个，我们是迷路了吗？我还没熟悉这里呢。别担心，反正随便走走总会走到的。好，你倒是告诉我怎么随便走走才能迟到12分钟还见不到人影。可可利亚，哎呀，没想到居然这么巧。太慢了，所以我才出来接你们，姬子少校。不好意思了。他就没错。我是技术班一组的负责人可可利亚，请多指教。你好。
作战开始，天赋发射。没问题吧，雅一？啊，是。最终安全装置解除，天赋突击。雅一，现在想象你自己在走路。走，动起来了。做得好，试着再走一步。移动起来好困难。不用担心，你很快就会适应。接下来尝试在心中默念攻击，天赋会回应你的想法。攻击。Thank you.
速到目标前方空间系数发生扭曲，是刚才的立场，目标再次展开未知防御立场，只要有这个立场存在，撕开了，是计时吗？这是在模仿对方的技巧。